好，我是原价日本的金姐。最近大家都知道了吧，在大年初一的下午4点多，日本地震了。大体呢就是在红点的这个位置，石川呢发生地震了，就在4月1号的下午4点10分。看其他平台呢是说法是各种各样，根据日本新闻频道报道，这次呢是日本呢发生的第7回7级以上的地震，这次的破坏率呢会超过阪神大地震。截止1月2号的6点为止，1级以上的地震已经超过了200次。地震之后呢，石川县还有新泻、富山、山形、福井、兵库县呢等等呢都发出了海啸警报，近的核电站呢也做了及时的处理，没有发生泄漏。其实呢，这些也都是吸取了福岛地震的教训。东京、大阪也明显感觉到有震感。各大电视台呢都在相继报道地震情况。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房子哈几乎都防震，但是呢有的个别的也是比较老旧，所以坍塌了，震源附近路面变成这样。发生地震后还有很多的房屋被烧毁，情况呢是有点惨不忍睹。据报道呢，石川县呢截止1月3日5:10为止，已经有57人遇难了，还有很多失联的人员，数字呢正在继续统计。在日本呢遇到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，小的地震呢一般是没有事情，但是大的地震呢也跑不了。日本呢各个地区都会有这样的避难所，里面呢一般会储存着大量的食物和水，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人，不管你是哪国人，都会免费分发给大家。天灾呢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呢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希望他们都平安。日本的这个年呢，真的是过得多灾多难。就昨天，日本航空的飞机也着了。根据呢新闻报道，2月的午后6点前，东京大田区的羽田空港，一辆呢从新千岁空港飞来的飞机，日本航空516号便，在着陆的时候和海上保安厅的飞机相撞，造成了5人死亡。一人呢逃了出来，客机上呢加上12名乘务员，一共379人，全体获救，其中呢有14人受伤。其实呢，这次飞机事故呢与地震也是有关系的。海上保安厅的这个飞机呢正在往灾区运输物资，发生了这样的不幸事故。现在呢，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。妈妈，今天吃炒面，看这个啊，这个才厉害，这个是土豆上面加上活细吗？そう。おしって塩辛。お酒というと塩辛。もしよ。まあ、じゃこれも塩辛つけてあなた食べたかったら食べてよ。これ。これバターしか入れてね。うん。これ食べる？毎月。うまい。这是我的面。インダップのあれとつけたいの。あ？あれなんだって。うん。あ、甜麺醤これつけて。うん。我其实里边也是有。こんな感じ。マギの続きに見てる。見方しない。かな、かなり肉。ネトリックだっけ。鱿鱼。うわ、美味しくね。塩辛。すごいの味するね。日本酒やもん。しょっぱいのと日本酒。甜面酱，我感觉这样就挺好的。甜面酱蘸土豆丝，我可酱酱酱。嗯，你也要吃？这个你吃不了。嗯，
我再给你找块肉吃。嗯，那，金木姐最近咋个样？嗯，北京塔可食べて，아시다차셔야돼이럴때。양푸들가이거。매다매다가이래서나。못다야야너잠깐쉬어때。최진아아시다食べればいいよ。今すぐ食べなくて大丈夫よ。明日あれよ。明日寺行くよ。その時間あるかな。作る？ケバブ食べる？ケバブ。いくらもらえるの？5000。6万。6万くれるの？6万くれるの？明日ケバブ作ってあげる。いいね、ありがとうじゃない。じゃあ6万ね、約束してた。お前高級ケバブ作ってるね。そう、6万。